早安 TVBS 晨间快讯要带您掌握国内外最及时的新闻内容。首先是国内政治焦点，在国民党的台中市党部副主委是爆出性骚扰，但是他解释说这都是同学间的恶作剧，甚至还强调自己是被社局陷害了。根据 TTODAY 转述镜周刊的报道呢，这是才要宣布参选台中市议员选举的国民党台中市的党部副主委叶玉丽，他是被爆料曾经传非常露骨的私讯是性骚扰一名女子，而且还开启所谓的集粉模式。而这一名女子呢，也是 A 小姐，她是非常快速的截图也存证，现在要来提告了。不过刚刚有提到叶玉丽她现在是反控这一名 A 小姐呢是设局恐吓，甚至还认为她是故意陷害她，所以为了自保，她也说她现在也到警局里面来备案。不过呢，这一名 A 小姐其实曾经找上台中立委廖伟翔来投诉，但是事后她发现这两个人根本就是表兄弟。对此廖伟翔他其实也说他对表哥还有 A 小姐之间的纠纷不清楚，但第一时间也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否认有包庇的行为，也强调如果 A 小姐需要帮忙，服务处也会全力来协助。好，接续也是引发争议的，这个是在基隆的海科馆的馆长爆出呢他是不是有疑似霸凌的行为呢？根据 ETtoday 的报道呢，这海科馆的馆长陈素芬他其实上任之后呢，就被爆料他接任以来经常用高声来飙骂部署，甚至对这个请假的员工更是冷嘲热讽，导致员工出现一些身心疾病。而教育部在十月的时候就已经接获相关的陈情，正在针对这件事情来调查。不过陈素芬他自己就认为自己是比较严厉，但是他绝非指责，更不会霸凌相关的同仁。他自己也说是因为工作呢是需要以服务民众为首要考量，而且提到员工请假应该要考虑到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呼吁同仁是要关心团队的运作，强调自己就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将心比心。接续要带您看到的是这个财经上面的焦点，也就是美股现在的最新的状况，其实以收盘来说是微幅下跌的，不过道琼指数已经是连二黑咯。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呢，这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其实是首次攀升到4.2%以上，这当然也引发投资人一些担忧。所以刚刚也看到这个美股各大指数来看，如果是道琼指数是下跌了6.7%，连续第二个交易日都下滑，而在标普500主指数呢也下跌了0.05%。不过看到纳斯达克指数是上涨了0.18%，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47%。至于台积电 ADR 也是下跌的状况，是下跌了1.72%，最后收在198.48美元。不过这里面要比较特别来关心的是这个麦当劳，它其实是盘后也受重挫了，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美国的 CDC 透露这麦当劳的产品跟大肠杆菌疫情疑似有关联，所以也影响到麦当劳的股价。好，再说要带您看到也是有争议的，这个是呢特斯拉他们现在呢是被告了，主要就是因为先前推出的无人自动驾驶的电车 CyberCab 它的宣传片是涉嫌侵权。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呢，这艾尔康娱乐就对特斯拉还有华纳兄弟是提起了相关的诉讼，指控他们使用电影《银翼杀手2049》相关的影像来宣传这个 CyberCab， 但是他们说了，他们明明就已经拒绝这个画面来被当作是特斯拉的宣传。不过以特斯拉跟华纳兄弟探索来说呢，其实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回应。而根据路透呢比较详细的报道里面，其实里面也说出了这个制片商艾尔康娱乐早在21号的时候就在加州提起了联邦的诉讼，就指控这个发行公司华纳兄弟探索还有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是违反版权的法规，而侵权行为的财务规模也是非常的庞大。最后要带您回到的是国内，来看到是在柯粉的这个社团里面，居然出现了所谓一个白色游击兵团的新组织。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呢，其实这个组织它里面就说它会在南部举办了武术训练活动，甚至还说它会跟这个青鸟来对抗，也借用了民众党的高雄市党部的场地。不过针对这个新组织或是这个活动呢，民众党现在呢，他们是说他们跟他们完全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强调就是党员在未经同意之下呢，善用民意呢发布非官方的活动资讯。不过网友也说，这个新的组织、新的活动呢，非常的不合理，因为即使呢政治理念不同，但都是台湾人，怎么会武术训练不是对抗欺负台湾的人呢？更有的人说，这也太像白莲教或者是义和团了吧？以上就是为你掌握到最及时的新闻内容。